帅哥玩吗？玩啊，来我的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先叫的，580分。来来来，我的。你的多少？我的688。喂，哦，这样子啊，好好好，拜拜。我有熟客，我不跟你们抢了，我那个客特别帅。哼，啊，你还没说多少呢？够了，难怪熟客多。你叫你的，哎，一起吧，1888一起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哥，来来来坐，大哥，来来来坐。这里啊，哎，坐这么优雅。对呀，啊，必须要环境，首先要舒适，对吧？你现在要什么服务？有全套、半套。哎，还有快餐式的。快餐呢？全套、半套。那怎么算呢？怎么算呢？快餐的话388，两个的话就多少来着？700多。然后呢，半套的话888一个，全套的话就是1888一个。这样子啊？嗯。那来最贵的。就看你像大老板。等一下啊。那好的，先按一下摩。好。两个人、三个人的，我还没试过，是吧？今天让你体验一下全套的，这样子啊。来，怎么搞这些东西啊？嗯，哎呦哎呦，特殊服务啊。嗯，来，哎，喝吧，喝，很甜呐，啊，这个我刚加了料的，啊，好喝吗？好啊好啊，是不是？带点口水都是好喝一点的啊。嗯，哎呀，好甜。舒服吗？舒服啊。舒服啊。哎呀，我真的还没试过这种服务啊。满意吗？满意满意满意啊。哎，那我们吃也吃饱了，就开始哎下面的节目吧。开始什么节目？什么节目？你还有什么节目？哎，那不是说那个套餐的吗？对呀，啊，这个就是套餐啊。啊，怎么这个套餐这个不是哎，送的吗？这是套餐，这是套餐里面的一部分啦。一部分，那另外一部分呢？另外一部分这里啊，啊，我刚刚加料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，还有它胃糖那部分也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就是全套，你想到什么服务去了？啊，就是啊，那不是进屋那个服务啊。我们是正经做生意的，你不要往偏门想了，你想多了，大哥。哎呀，不是这种，我走了。老板，走。哎，老板，哎，过来。干嘛干嘛？他想吃霸王餐。霸王餐？傻了。哎呀，你个老头，这么老了，为老不尊，吃了东西不能给钱的，给什么钱呢？你这个东西，你就是货不对吧？货不对吧？你想什么？最贵的全套，我们都已经帮你过来。我们这里是泰国式按摩，你想去哪里啊？那你们看你这样穿扮的，不是进里面房子那种啊？哎呀，我们做生意光明磊落，在对着天对着地，肯定在阳光下面做生意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服务就服务了，就给钱吧。哎呀，给钱？那我给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奶多少钱知道吗？哎呀，100块，100块，1000。我这个奶都要388块钱一瓶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进口的，来自我们广西的。哎呀，什么进口啊？在外面卖只不过2-3块钱，你真的，我给100块一多了。这个水果你知道是哪里吗？是云南空运过来的。哎呀，这糖你知道是哪里的吗？啊，这是我亲手自己捏的，跟你说真的，哎，这不是坑人的吗？你不做服务也行，这奶跟这里总共3000块钱。什么3000块呀？刚才不是说好1888的吗？我不管你哦，你现在那个奶你也喝了是不是？这个奶啊，你必须要给钱的吗？那我吐完给你，吐完给你来。哎呀，吐啊，吐啊，吐啊！哎呀，吐啊，吐什么呀？哎呀，吐不出来。
我跟你说啊，不给钱，你今天不给钱，你休想出去这个地方。等下我叫我所有兄弟暴打你一顿。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到时候你进医院就不止三千了，一万都要你。真的是坑人的。哎呦，数什么数？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收完了，手机也拿了，防止他报警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情你放在肚子里面，如果你敢说出去，我就按你的手机的打电话给你所有人，我恐吓他们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的亲戚朋友啊，不然我的面子就丢大了。现在我有你手机了，你敢报警的话，我就发朋友圈说你这个老头啊，为老不尊啊，啊，去嫖啊！哎呀，那你给一点点钱，我搭个车回去吧。够不够？赚点吃吧，我们。走吧，走。还可以开吃个方便面。去吧。以后我跟你说，不要乱来，跟你说。孩子，后门出去。来，这个我们还是可以的。我后门出去。哎呦，挤奶！哎呀，挤奶了。这个老头啊，他也那么多钱。大哥，那手机就不要的，按个地址，按个地址啊，发快递给他。收东西。哎呀，想不到在这里被坑了。哎呀，我一万多块辛苦钱，真的是白收。不准我报警，想想我一定要去报警铲除他们这个犯罪团伙，不然还有更多的人遭到伤害。不行，我马上要去报警。